下去。跳下去。跳。跳下去。这个沙发舒服了啊。
每个人对我们都是真的是很好很好的。在湖北那边的亲戚就是都是一样，兄弟都是一样，所以在这里真的很有你们，真的虽然其实我们虽然没什么能力，但是这些亲戚真的很，那些都是默默的为我们付出，还有就是一些我们的粉，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粉丝朋友，也是默默的为我们付出和去支持鼓励我们，在这里真的感谢大家啊。我们姑姑打电话说叫回家吃饭嘞。哦，去吧。嗯，那我们就去买点什么去给姑姑吧。买点饮料吧。嗯。去买什么呀？买东西去外婆家吃饭啊。嗯。嗯，好，走了。